着白色上衣带头祭祀，还站在第一排中间的是军情局长罗德明中将。自己虔诚信道教之余，竟然要求十几名下属随行帮忙搬运贡品。3年前罗德明风光晋升中将，2年前接军情局长，身为国家情报头子却笃信风水，被爆料刚刚上任2年就把风水师私自请进戒备森严的军情局来改风水，花了10几万人民纳税钱换掉桌椅家具跟地毯，只为求好运，甚至为求自己方便把健身器材买来放办公室。你身为一个情报机关的首长，你应该是重视你的情报专业，而不是在做这一些求神问佛。爆料人更指出，罗德明除了迷信，更爱把下属随意使唤。罗德明跟太太今年6月到金门，要求当地下属情报员变导游，甚至在去年春节带太太跟儿子频繁到戒备森严的军情局门口宪兵，想查又不敢查。我们了解是没有经过一些我们进入军事营区应该有的程序，然后就带进我们军里面。种种爆料冲着他而来，消息成为立法院质询题材。国防部长严德发略显尴尬。公司治理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，显然是我们的联达同意是出了问题。所以我已经交代法律事务司来展开调查，要厘清事实的真相，还原真相，勿枉勿纵。种种爆料剑指罗德明，尽管军情局回应爆料多非事实，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，就怕被联想成情报单位内斗，国防部加速调查，免得伤及士气。三立新闻由嘉伟、陈嘉伟台北报道。